法更委员会报告，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第九届第四会期第十六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7年1月5日星期五中午12时至12时8分，地点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陈伟曼丽等18人，主席段委员宜康。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九届第四会期第15次会议议事录。决定事项一，审定本院第九届第四会期第一次临时会第一次会议议事日程。议程讨论事项一，民进党党团陈委员曼丽提案通过议案。宣读完毕。好，请问对于上次会议记录有无异议？没有异议，我们会议记录确定，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立法院第九届第四会期第一次临时会第二次会议议事日程，时间中华民国107年1月8日星期一、9日星期二、10日星期三、16日星期二、17日星期三、18日星期四、19日星期五、22日星期一、23日星期二、24日星期三、25日星期四、26日星期五、29日星期一、30日星期二、31日星期三上午9时至下午6时，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九届第四会期第一次临时会第一次会议议事录。宣读完毕。好，我们报告事项通过，请宣读议程草案讨论事项。如果有委员要登记发言，请到主音台前来登记。于议事人员宣读完毕后，依登记顺序请委员发言。议事人员宣读完毕后，我们也截止登记。我们发言后再行处理。现在请宣读。讨论事项一，劳动基准法修正案档案二，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修正案三。中华民国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审查总报告案，四、所得税法修正案等案，五、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设置条例草案。宣读完毕。好，讨论事项已经宣读完毕，现在请登记委员发言。第一位，请陈委员曼丽发言。主席还有各位同仁，民进党团提案案由是针对第九届第四会期第一次临时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事项，拟请列案顺序如下表，是否有当敬请公决，请议事人员宣读议案名称，谢谢。好，我们请议事人员代为宣读。本院民主进步党立法本院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针对第九届第四会期第一次临时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事项，拟请立案顺序如下：第一案，中华民国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第二案，劳动基准法修正案等案；第三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修正条文案；第四案，所得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案；第五案，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设置条例草案案。宣读完毕。好，我们有两位委员登记发言，我们第二位请搞录引用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提案，针对第九届第四会期第一次临时会第二次会议议程讨论事项，仅列本院财政委员会报告汇总完成，行政院函请审议中华民国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审查总报告案一案，敬请公决，谢谢。好，讨论事项已经发言完毕，我们先处理陈委员曼丽的提案。请问对于陈委员曼丽提案有无异议？好，好，有异议，有异议我们就处理。我们请清点人数。好，我们不含主席13位。请问我赞成陈委员曼丽提案的，请举手。好，赞成者10位，请问反对的请举手。反对者3位。好，赞成者多数，陈委员曼丽的提案通过。本次会议讨论事项做以下决定：一、陈委员曼丽提议修正通过；
好，我们现在请宣读同意权之行使事项。那么如果委员要登记发言的话，这个在宣读完毕前麻烦来做登记发言哈。同意权之行使事项，一月十六日上午，一，本院全院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总统之为监察院第五届监察委员，现有缺额十一名，之依据宪法征修条文第七条第二项规定，提名王佑林、田秋瑾、华丽斯贝林、林胜峰、高永成、张武修、陈思梦、杨方婉、赵永清、刘文雄、蔡崇义十一人为监察院第五届监察委员，自请同意案，即总统前于本一百零六年三月二日提名王佑林等十一人为监察院第五届监察委员，请本院同意建附后任命。至因其中被提名人刘文雄先生病故，原依据宪法征修条文第七条第二项规定，提名杨方林为第五届监察委员，自请同意案等二案宣读完毕。好，这个同意权之行使事项，并无委员登记发言，我们就通过。请问有无临时动议？好，没有临时动议，我们要继续处理全院委员会的议程草案。请宣读议程草案讨论事项，一月十二日及十五日的全院委员会，如果有委员要登记发言的话，也请到主席台前登记。现在请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四会期第一次全院委员会议事日程，时间中华民国一百零七年一月十二日星期五、十五日星期一上午九时至下午六时，地点本院议场。讨论事项一，总统之为监察院第五届监察委员，现有缺额十一名，之依据宪法征修条文第七条第二项规定，提名王佑林、田秋瑾、华丽斯贝林、林胜峰、高永成、张武修、陈思梦、杨方婉、赵永清、刘文雄、蔡崇义十一人为监察院第五届监察委员，自请同意案。二，总统前于本一百零六年三月二日提名王佑林等十一人为监察院第五届监察委员，请本院同意建附后任命。至因其中被提名人刘文雄先生病故，原依据宪法征修条文第七条第二项规定，提名杨方林为第五届监察委员，自请同意案宣读完毕。好，并无委员登记发言啊，我们的这个讨论事项就通过。请问有无临时动议？没有临时动议，散会，谢谢各位。